消消气，当心身体。悠悠，你先坐下，有事慢慢说。爸，我都说对了，是吗？从小到大，您安排我和许巍的人生，不就是因为您的面子和虚荣心吗？我跟范云熙不能结婚，对不起，在选择结婚对象这件事上，让您失望。 悠悠说的都是气话，父女俩哪有隔夜仇呢？您放心，我会去劝劝的。雨熙啊，我今天叫你来，本来没想到事情会演变到这个地步，是我对不住你啊。师父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不管能不能当您的女婿，我都永远是您的学生。您放心，我和悠悠的事儿不会让您失望的。 请问你们这多少钱啊？这不要钱，但你们不能进。那立这牌子不就是让进的吗？对啊。我们自己私下用不行吗？对。神经病！哎，有病！哼。你说徐总和莫总这么久还不来，是不是不来了？他们是不是就普通的工作关系？要不咱撤吧。 那我帐篷白定了。下雨了？没有啊。下了。哎呀！快！怎么突然下这么大雨啊？是。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，我爸妈刚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，突然就下起了大雨。那个时候家里进了很多水，我和妹妹躲在桌子上，我当时特别害怕，但是我还安慰妹妹说，让她不要害怕。能不能浪漫一点？这个是我定制的星空帐篷。 虽然现在也没有星星，但你可以把这些雨滴想象成星星啊！你看，那个像不像北斗七星？还有那个，被路灯照得一闪一闪的，像不像水晶？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有点像。我不要，你给我吧。
学选专业，你就不听劝；毕业找工作，你也不听劝。难道你不长记性吗？你看看你现在在一个小破公司，天天都做些什么，有的没的。你说我怎么就教出你这么个不争气的？怎么了？公事还是私事啊？擦擦吧。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跟我走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我的秘密基地。到了。小时候我有什么不开心的事，就会对着他说。徐总监要是不觉得幼稚的话，也可以试试。18岁的许清幽吗？我是10年后的你。从小到大，大家都夸你乖巧、听话、懂事，但只有我知道，那是你最讨厌的形容词。所以大学选专业，后来工作、婚姻，你都想要自己做选择，因为你不希望你的人生一直被别人安排。可惜做自己只是小孩子的权利吧，长大以后反倒没有那些资格。可是按照别人的期待而活，还是你的人生吗？其实我觉得想要自己好好生活挺难的，要被人左右，还希望大家都能理解你。对不起，我其实想跟你说点开心的事，但很抱歉，最近实在没有。
悠悠，别生气好吗？师父也是为你好，我们的事让你受委屈了，我很抱歉，原谅我好吗？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知道我是爱你的。张伟啊，两瓶威士忌应个急。好。你也喝单一麦芽？那就要去我酒吧了。去哪个酒吧不去哪个酒吧，我自己还能掌控。那就可惜了，我闹的好酒你怕是要错过了。不该错过的就一定会拿回来。我走到现在，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我想要的方向发展。这一次也不例外。别勉强，放下吧。我凭什么放下？我从来没认输过，这次也不会输。萍水相逢，送你一句：喝完今晚，放过自己吧。哎，四姐，谢了啊。客气。你在这坐着等我一下。在你耳边说等待，在等时间转你未来，在不变形恐吓。我都没注意，你就是太习惯于忍受了。改变虽然可能会带来麻烦，但是总比一直要忍着好。看地平线连绵天边，看风拂过看天的脸。想什么呢？看你的身影填满。我之前说过你很危险。徐总监还说过，希望我这个意外可以远离你的生活。看来你没能如愿。那你还说过，生活都是由一个接着一个的意外组成的。所以你是在害怕什么？怕冷，怕黑，怕危险，怕我的生活总会出现意外。没想到徐总监原来这么胆小。那这大晚上的你跟我在一起不怕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，你不是趁人之危的人，要不然在酒吧。我这是被发好人卡了吗？但是这张好人卡我不想刷。徐静瑶，我一直在等你做决定，可是我现在不想等了。明天晚上九点酒吧有演出，如果你心中有答案了就来找我，选择权交给你，我相信你不会骗自己的。地平线远绵天边，看风拂过看天的脸，看你的身影日月。喂，明天去许家练。你终于决定送出去了，看来有大动作。不出意外的话，
是。这项链就唯一一条，真想见见这位专属于你的开普勒超新星。我们团硬币决定，正面朝上送你回家，反面朝上交给警察。正面朝上去，反面朝上不去。萨姐，你得说说阿罗了，他现在啊，天天不好好排练。哎，也不好好练琴。你说谁坏话呢你？我说那么小声都听得到、啊。废话，我们弹贝斯的耳朵可好了，好吗？那你就好好，一会儿把卡一留给我。行。哎呀，今天有情况啊！Hello，Hello， 这么早啊？乐队还在排练呢。今天想喝点什么？最近流行喝什么？这样吧，给你做一杯特调吧。嗯，甜点。OK。这是林泽哥哥桃花宝典，波波潜心记录了好几年呢，这可是酒吧的镇店之宝。这是莫林泽的。嗯，哎，这是我，你不介意？我有什么介意的，就算看上他喜欢他的女人再多，我永远是最特别的那个。许清幽，假正经女白领，介于成熟与幼稚之间，不喜欢挑战，习惯逃避。你来酒吧了吗？我怎么没看到你？早，徐总监。徐总监，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？昨天没休息好。哦，我没睡好。王杰，去车里把方琦的资源尽调报告拿给我。啊，好。
干嘛？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想问问徐总监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莫总，你以前帮助过我很多次，我很感激。以后在工作上，我一定会尽心尽力。但是工作之外，我们还是保持距离吧。徐总监是又要跟我划清界限吗？莫总说笑了，我们之间不是一直有条界限吗？秦小姐，于明让我帮他请个假，他家里有事儿。联合直播的稿子写完了。秦小姐，我帮他写吧，我写过直播稿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大胖，你不是说晚上约你朋友看球吗？工作第一，生活第二。哦，对了，秦小姐，那个直播清单还没有核对。我来。这样吧，直播稿你们分工一下，核对清单就由我来。嗯，行。去忙吧。走，去忙吧。喂，您老人家又怎么了？姐，你知不知道方琦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爱好吗？你想干嘛呀？你看啊，方琦帮咱们许家解决了我这么大一个麻烦，我不得表示一下吗？于私呢，我们是亲姐弟；于公，我一个落魄艺术家，你一个都市女白领。女白领怎么了？随随便便给别人贴标签，不懂得尊重人的人才应该被鄙视。又怎么惹到他了？每天没完没了的开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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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简直忍无可忍，一点人性都没有。对了，你今天怎么也嫉恶如仇了？不会这么想，咱们俩心里想的是一个人吧？你知道莫楼面有个写满了女生名字的花名册吗？不喜欢挑战，习惯逃避。哇，那上面随便写几句话你就往自己身上套啊？开玩笑呢？啊，面上不贵吗？长皱纹不值当的啊！还说什么？我是假正经的女白领，我哪里假正经了？我敢给你打包票，你浑身上下都是真的，行吗？那你说，我是不是介于成熟和性感之间？啊不，幼稚和性感之间？物以稀为贵，懂不懂？物以稀为贵，随随便便给女人贴标签，这种男人以为我们会永远活在他们的评价里吗？低级狭隘。他就是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，对，他就觉得全世界的美女都得任他挑选，他也不好好照着镜子看看自己。他不能照镜子，一照镜子吧，不就开始自信了吗？我本来以为人生给了我一个大奖，可我一刮开一看，还是一张谢谢。许清幽，你胸上缩的水全都进脑子里了吗？你啊，你这人身攻击啊，你不也是一样吗？徐清幽，依我看，你呢，赶紧把你脑子里的水甩干净。莫冷面这种性格完全不适合你，真的，听我的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所有吃的亏都无所谓，但就他这个哑巴亏，不能吃。漂亮，漂亮！哎呀，你就不能让我一下吗？跟你打游戏真的很没意思，不要跟你玩了。你敢走，
我就偷你对面那家火锅店。哎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全家靠那火锅店吃饭啊。人家只是还没想清楚，又不是跟你划清界限，你干嘛这样？就算他跟你划清界限，也没有确定啊，你一个人在那生什么气了？哎呀，赶紧去，你去，往里坐一点，快点。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以后我要是再看他莫林子一眼，就算我认输，你知道吗？师傅，走。哎，师傅，你车牌我可记下了啊，到站给我打电话。你总喜欢自己对着外面发呆，那黑漆漆的有什么好看的？我就给你点亮一点，这样看着心情也好。我出200，你陪他玩了。我不往200，自己有的事儿，我敢200，好不好？啊！一个人本来好好的，突然态度转变，什么原因？小白脸啊！回答问题。哎呀，选择多，比较多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说不定这姑娘就是个海豹。哎，我好不容易赢你一次，你别走了啊！哎，莫，你外套在这边啊，一会儿不要忘了。哎，老婆，什么？哎，莫，这是什么？定制的。我开了。火锅店，哎，你电话一直在响，哎，哎，你谁啊你？你可下来！我是谁？你不认识啊？你是这小区的吗？我当然是这个小区的啦。你家住几号楼啊？你猜。我给你表演一个小节目吧，其实我还是很厉害的。1, 2, 3, 4。你快下来吧，快下来！不必明白，破发随风舞。快！才这么精彩。哎，小伙子，你认识他吗？啊？我不认识他。哎，别走啊！你小伙子，你别走。当时我给他打电话，我一叫他就来了。年轻人呐，吵吵架可以理解。你让一个姑娘家喝闷酒，这不爷们儿啊？我，女人心呐，海底针。这男人啊，要留住女人心，不能光靠脸蛋儿。赶紧把她带回家吧！啊，快快。
摇曳透明无际，如夜色如迷离，沉睡的悲欢醒，沉在水中游。